大半夜的，口罩男从透天厝门口走出来，向外左看右看，还满头大汗，拉拉衣服透气。屋主看到监视器吓死了，因为这个人他根本不认识。夹出来是一只台风出来着啦。嗯，然后我想讲，啊，这像啊，那按阮家行出来安尼啦。嗯，然后我就开始看，后盖我就报警啊。曹先生一早起床，发现两道大门都没关，只留一个小缝。调出监视器一看，发现有男子从自己家里走出来，最后凭空消失，不知道是人是鬼。赶紧检查家中财物。我做是恁某大家去学偷去了的呀？哎，阮某会生气。哎，伊哪会创个遐？我唔知喂，这大概8-9千块。原来是遭小偷了，怀疑他是从后面的冷气通道爬到邻居家，再从顶楼入侵。半夜3点多，他跟太太在睡觉，根本浑然不知。正在找你知道吗？哎，阿多告我这间无所。目前扩大查缉比对，辖内治安过滤人口，指认嫌犯身份中。彰化园林园东路一段，这处新建的透天社区被小偷觊觎。他事先骑脚踏车在附近徘徊，锁定门窗没关的住家行窃，闹得民众人心惶惶。警方正在调查，希望尽快把小偷绳之以法。记者陈社林世新李云杰彰化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坪以上的、5到6坪的，或是小坪数，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小时到8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